欢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这是台湾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善知识，今日我们要来为各位禅解煮豆流芳。煮豆流芳啊，皇帝殿，轩辕皇帝殿的风水和他的禅意，自古以来每一位我们的先人古德圣人，当他涅槃涅槃圆满之后回归大地，以天地长存，以天地融合为一，还叫做风水。风水的定义包罗万象，生人有生人的风水，就是阳宅学；阴人有阴人的风水学，就是坟墓。无论阴宅阳宅，都在天地之间，与天地共存。这是不变的真理。你任你再怎么样不信风水，到最后还是要连归大地，即是风水学，叫做地灵人杰。有时候宗教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你不信宗教，到最后死了之后还是要以宗教的法仪来圆满人生。有如中国大陆李先念总理他讲了一句很心理的话，他说共产党是没有神论的，但是人死了之后还是少不了宗教的礼仪和法仪。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不要以为我不相信什么，不相信也得相信，相信了就要更相信山河大地山川灵气的哲学。古德圣人地灵人杰都有相当相当的考证，留下来千秋万世。有如中华民族我们的共祖轩辕皇帝祖，赫赫一时，但是一旦年纪老了器官就坏了，也要回归大地啊。
那么要回归大地在 哪一个地方呢？已经五千年了，我们无从去考证。所以古德圣人一旦他在世间圆满世间的功德的时候，到最后还是要死，死去这个肉身。而我们的灵性就转生到其他的天上界、空界、灵魂界去了。任何人都一样，所以我们留在世间的轰轰烈烈的世间事迹，各有不同的天命，各有不同的它的轨迹在运行。所以我们回想起来啊，追溯到五千年前，轩辕黄帝祖他涅槃之后，哦，往生了，他的遗体大体留在世间的哪里哪一个地方呢？这是一个谜。在汉朝，司马迁六渡上乔山，要去找皇帝的墓，啊，皇帝奔藏桥山，究竟葬在哪里，是一个谜。所以司马迁六渡上桥山，去祭拜皇帝祖，他所祭拜的地点啊，那我们在当下啊，我前往乔山去祭拜皇帝祖啊，元年看过去的乔山有一座山巍巍的啊，起立在乔山之中，非常庄严的在那边啊，就可以体会到我们的老祖宗轩辕黄帝祖他的圣灵已经与天地合而为一，名留千秋万世，永远的活在我们三族儿女的心中啊。不管轩辕黄帝祖长得多高，不管他长得美丑、汉丑或是威，那都是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的涅槃之后啊，必定要有一位精通山川灵气的哲学的大师来为他安这个魂，立他的魄。所以安魂立魄甚至人生至高的哲学啊。所以轩辕黄帝祖啊，驾崩之后葬在乔山哪一个地方呢？永远是一个谜，已经五千年了啦。那么天运和合啊，我们在2001年经由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开示，
我们要化解两岸三族儿女的干戈和情仇，务必要追根溯源。啊，到涿鹿去寻根之旅。啊，我们终于遵照黄檀老祖的圣事，到了涿鹿，啊，祭拜三祖，啊的圣灵。我们接着再等一下，再为各位来讲解。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研究易经风水学，是中华文化7366年的历史了。啊，但是轩辕黄帝祖的历史到今天也只有在5000年左右，所以整个的历史的演化演绎不可思议的变化万千太多了，所以在5000年前，轩辕黄帝祖驾崩之后，究竟葬在哪里呀？这是一个谜。啊，可传心咒在哪里呢？人事变迁啊，往往人死了之后，所留下来所接的口传心授的玄机啊，也就跟着带回去就没有了。所以留下历史的考证，世代都有不同的人在考证，啊，都有人在赞叹的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他的天威和他的天德庄严。所以司马迁，历史学家啊，就开始六度上朝上敲山，要去找风水学。啊，敲山的名，是因为这里一座山，中了一个洞，一个洞，就像桥的，叫做敲山。事实上，黄帝崩葬桥山，不是葬在这个洞这里，而是葬在这里，众星拱月，万马奔腾，啊，众星拱主，众星在拱着这个主人，这一山，这山非常的美，周围山的都环抱着。啊，这里对面也是山，啊，所以这一点是风水宝地。这边是青龙、白虎、玄武、朱雀，众山层层叠叠，众山拱伏，这个主山，这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众山皆低唯我独高。啊，所以这个点就是风水宝地。我们在外面遥遥看过去，啊，看到这个山头，啊，一走到山下来，正到了，
这一点就是皇帝崩藏桥山的地方。在2001年的夏天，我们一行几十位到桥山去拜祖，有当地的书记啊带我们去桥山的地方要去拜祖啊，书记呢还有他们的统战部长，张家口市的统战部长啊，带我们到这里来，这一个平地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桥山在这里，我说皇帝不会葬在这里，他这是一个孤阴寡阳一个洞而已。而与历史学家、哲学家、风水学家绝对不会葬在这边，就是会葬在这里，这是一个大武曲星，中间一个石头很漂亮的石头五指山啊，这个代表是中华民族是五族共和啊，五指山啊，这边都是山，群山围绕的这座山啊，围绕着皇帝崩藏桥山的这一座桥山是整个的名，地点就葬在这里。所以我解说给当地的书记和统战部长还有当地的市长了解了，很高兴，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我们终于找到我们的老祖宗，宣仁皇帝祖的陵寝，原来他的家住在这里啊，中华三祖的儿女今后有一个依归了，眼泪流下来了，我也一样的受到感动。但是我们身为研究山河大地、山川灵气的哲学的人啊，看到了是高兴而已，赞叹宣仁皇帝啊，你的大体安息在这里，才有今天中华民族5000年来在世界上不灭了，其他的民族都已经灭掉了，只有中华民族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就是中华民族留下来了，这个即是祖的流芳啊，即是祖的流芳啊，这个是祖的流芳亿万年。所以皇帝陵我今天再从头一遍介绍给各位对皇帝陵的认知，我们要敬佩当时的国师韦义渠啊，将皇帝陵皇帝的祖坟葬在这里，中华民族5000年三祖儿女才得以源远流长，祖的流芳啊。所以我们要敬佩韦义渠，就是王禅老祖在一世他化身在5000年前的宣仁皇帝国师韦义渠，最后将宣仁皇帝的
啊灵体安葬在乔山呐、啊。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中华民族悠悠岁月五千年，诸多流芳圣贤三大千，这是赞叹啊，诸多流芳啊，赞叹我们的共主轩辕皇帝祖，他的天威，他的德行，永永远远活在我们三族儿女的心中啊，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兴盛五千年立于不败之地的，就是大孝之道。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善知识，尤其我们唯心贤士，我们要力行大孝，大孝才能够啊源远流长，祖多才能流芳。若是啊，大孝没有了，那我们等同一般的动物一样。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研究中华文化道统，我们的心和列祖列宗的心完全是融合为一，只是我们现在投胎转世再走一趟短短的岁月几十年啊，过去的全部不可得，所以佛才开示我们，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啊，唯有可得了就当下心。所以我们了解历史的演变和演化啊，犹如长江的水浪滔滔一直的往海里面奔腾而去，但是流入大海啊之后又去哪里了呢？啊，又回到空气中到天上界，蒸发为云雾，时间一到了又变为雨，下降到山河大地。所以长江的水、黄河的水浪滔滔啊，永不停息的，这个在启示着我们人的生命是无止境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能够做善事就做善事，尽量做，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国父的尊严，国父的名言博爱，就是提醒我们当人就要有博爱啊，人生才会有意义啊。所以王禅老祖啊，一路走来虽然只有39年的岁月，但是开示我们历史的因缘都是我们的导师，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我们的导师，我们要冷静的来静思来观察啊，我们就会过得很快乐啊。尤其皇帝族
轩辕皇帝族，啊，他涅槃之后，人虽然死了，但是有一位啊大哲学家、文化研究者，啊，就是山川灵气的啊大师鬼玉虚，啊，将皇帝他的陵寝葬在乔山的这一座，啊，乔山这一座五曲星葬在这里，啊，也众山众星众山拱湖，众星是代表轩辕皇帝族他的子子孙孙，中华民族三族儿女，好几十亿的啊，祖祖孙孙仍然围绕在轩辕皇帝他的威德、他的天威的两旁啊，所以轩辕皇帝族他的灵光是照遍了满三千大千世界啊，他的威德照遍了所有三族儿女啊，我们看到终于明白了，感恩老祖宗轩辕皇帝祖啊，您的威德、你的磁场、你的灵气啊，普照着当下六十四亿的三族儿女们，所以我们的祖德流芳，我们要提倡孝道，就从这里来做起，从这里来研究啊，你就可以了解祖德流芳的风水的重要性，所以才有古德圣人他们的地灵人杰啊，出生了优秀啊民族的三族儿女千万千。所以今天我们来研究这个黄帝陵的风水学，我们就可以理解风水的重要性。所以家家户户都有祖先，人人都有祖先，啊，那么祖先在世间轰轰烈烈的一生，不管他有多大的丰功伟业，或是平静的过一生，但是到最后来涅槃之后、圆寂之后啊，灵体大体要怎么样来安顿呢？这是我们身为子女的大孝之道啊！我们懂得就安顿我们的祖先，安顿在山川灵气平衡的地方啊！若是我们没有这个福报，我们最起码安顿祖灵有一个归依处。啊，平时在靠我们的修行念佛念经啊，从灵性的启发来回向这些功德给祖灵给祖先，即是大孝之道啊。所以今天为各位谈解黄帝陵的祖德流芳啊，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中国大陆啊，三族儿女
历史以来为赞叹轩辕皇帝的丰功伟业，所以我们大家都把轩辕皇帝祖尊敬为神，确实皇帝祖也是为神啊。轩辕皇帝在天界，王禅老祖尊封轩辕皇帝祖为大天尊，也尊封神龙炎帝祖为大天尊，也尊封九黎蚩尤帝祖也是大天尊，是中华三祖大天尊，还扶佑着三祖儿女当下六十四亿人民，在人民的心中我们都一直在尊敬着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三位老祖宗都有他们的天威和他们的天命啊。轩辕皇帝祖的天威啊，就是相亲相扶啊。那么皇帝祖是相亲相扶，神龙炎帝祖啊，这养贤蓄才，九黎蚩尤帝祖这礼贤下士，三位老祖宗，三位老祖宗的精神，这三祖的精神所以我们要了解三祖的精神啊，才有办法祖夺流芳。千万千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为各位共同来研究的啊，祖夺流芳啊。对于皇帝祖，在中国大陆就传说了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陕西省的延安皇帝陵，一个是河北省涿鹿啊的皇帝殿，乔山皇帝殿啊。陕西啊离都市比较近，所以陕西的皇帝陵香火鼎盛啊，唯独啊乔山的皇帝殿、皇帝陵啊无人问津，还有天地之别。但是啊，乔山的皇帝殿也因为未开花，所以把中华三祖儿女的祖的皇帝陵保持得完完整整了，
这是可贺可喜。而延安啊的黄帝陵，香火鼎盛，三族儿女络绎不绝的去参拜。所以我们在2001年去拜祖的时候，到了延安啊黄帝陵啊，看了这个风水宝地，确实有它的殊胜，也确实有了它的神威啊，灵气所在。所以这一个点，延安黄帝陵，一条河，把这边都是山，众山拱月，中间是一个大五曲星，两个络脉，两个五曲络脉在这里。所以黄帝陵就在这里，坐北向南啊，这个坎宫主山五象，帝王之相，帝王之位。所以这里香火会鼎盛，因为环山而拥抱水，水神玉带环腰啊，这个代表体印的中华三族儿女的经济啊生活面啊。所以这个点我们去看了，外行人看了也是非常的赞叹佩服，好风水。内行人看了就知道这个风水宝地它为什么会香火鼎盛，原因在于众山环抱，玉水玉带水环抱啊，青龙白虎左虎相，左虎右臂啊，这寥寥分明，清清楚楚的看到延安黄帝陵。所以我们也建立未来啊，两岸啊疫情结束了啊，每年的清明节啊，这里香火鼎盛啊，这里呢啊人潮络绎不绝，我们可以去拜祖，去敬祖啊，去沾沾这个灵气。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我们了解了古德圣人他们的伟大，能够受啊祖祖孙孙的礼敬，是有他的原因啊，是有地灵人杰的体印。所以我们今天将这个阐述给大家了解。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书王善知识，中华三族神威显赫啊，中华三族的德威普照大地，福荫的列祖列宗朱祖陵以外，也体印了我们当下啊64亿的三族儿女的灵性。所以在今年
台湾辛丑年的武汉肺炎蔓延在台湾，啊，每天都几百位，非常的紧张，所以我就祈求王禅老祖圣世消灾化解天伦永息的祈福方法。王禅老祖开示了，要在台中道场五月一日时起深寒，九黎蚩尤地主天地战神将要光降台中道场来受我们祭拜，来加持台湾啊武汉肺炎的疫情，所以我们在五月一日深谈哦，有台中道场住持严立法师来主谈，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所以深谈之后，有原来三百多位、四百位的疫情啊，突然间降至一百五、一百六，我们感恩蚩尤地主的神威显赫啊，接着降不下来了，就由神龙炎帝主圣灵来开示，要在天一道场啊深谈，从农历五月十号开始深谈消灾化解天伦永息的法会，由天一道场的住持圆道法师主谈，诵经日月鼎炉啊七宝鼎奉化供养天一药草满大地啊奉化，再加上各位同修诵经的文书一起奉化，所以从五月十号开始啊，天温下降到一百之内，六七十位而已啊，到了今天五月二十三日啊，天温已经降下来到四十七位、五十位，但是还没圆满，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啊，宣念皇帝祖大天尊发大悲愿，大慈大悲啊，要来台湾，在台中市后里区后里三宝寺，由圆松禅师院长来主谈啊，开始以十二天的法会，六月一日开始到十二日，在三宝寺深谈，香花行香花迎啊，供养宣念皇帝祖的天威，来庇应台湾的疫情能够归于平静，而能天伦永息，天灾永息，消灾化解啊，大法会，所以本唯心圣教的共同天命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啊，所以这一次的辛丑年
疫情，我们奉请了九黎出游地主天地战神，和天一神龙炎帝，到最后来，最近我们就奉请了轩辕皇帝祖，三祖庇佑我们所有台湾人民，三祖来护佑我们台湾人民，免离这个灾情的恩怨情仇所发生的恐怖不安。所以我们唯愿各位唯心贤士，大家继续努力诵经，唯古先书天德经，以这个经的经宝来供养轩辕皇帝祖，供养九黎出游地主，供养神龙炎帝祖，转师给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的资粮和功德本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参解祖德流芳皇帝的灵，黄轩辕皇帝的天威和威德我们再次的来为各位参解来看看延安黄帝陵的风水宝地，这么的庄严，这么的美，神威显赫千年皇帝的圣灵，大慈大悲，我们奉请来台湾化解两岸的恩怨情仇以外，来化解人理天温的恩怨情仇，解冤释结则消灾化解，天下太平就有望了。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在家努力继续诵经天德经，诵越多的经，我们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资粮越加的丰富台湾更加的平安，世界更加的和谐祝福各位。